讲罗汉如火啊，就是咱咧讲煎油鼎。虽然有煎油鼎，我那无熏就对啦，就只要将这个佛法传的出去就对啦。乃流求主啊，因此啊，就留伫这个求主国，大地的职就是主啊，大地的形容是。后来被大金啊，就李公甲请入去华夏内面。一生所翻译的华夏就是中国嘛，啊，请你去关内，请你去关内。一生所翻译的玄共流通，就是大家拢总流通。咱今日答案，拢伫咧《上弥陀经》这本经，就是经文律师翻译的。释德宣律师啊，问这个天人陆玄畅、陆玄畅。讲十书所翻译的经论，为什么到今仔日受持的人遮济啊，愈来愈济，大家安尼念个遮尔啊，下这个根基呢？答案：讲初书七佛以来，为一经法师，七佛啊，就是为释迦牟尼佛啊，佮圣道去啊，圣道去啊，从毗舍罗如来、迦叶如来。啊，这七佛，咱来一个拜这个三千佛的时阵，咱这个劫啊，这劫啊，都这个七佛，咱就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吗？那么顶一劫呢有三尊佛，三接四多七佛，出世七佛以来为一经法师，以五德为先，五德呢是过去一个国师嘛。为先呢，得佛的依者，依止就是得佛的精华啦。佛所留落来的物件叫做依止啊。十数临命中，家己安尼发愿，讲所翻译的经论，那是无违背着佛的意思。会当讲伊在绘画这个身躯的时阵，这色根啊不坏，还是这个喙齿。嘿，你来黑中顶看，你就知影，几啊千度，迄喙齿口可能讲烧袂歹，咱大概嘛无可能，咱来烧袂歹，敢若有种，就是啥假喙齿，假喙齿规排拢金的到金的，迄水烧袂歹啊。其实为烧的嘛是呼气啊，咱敢若迄烧袂歹呢，喙齿大概都烧歹了了，色金不坏。太辉化了后，等下辉化了后，个人一些独尊啊，个人啊有一个喙齿啊存在，出世之时啊，等于六方诸佛啊，公中摄相，公中摄相意思讲辩才无碍啦，广长舌辩才无碍啊，等于六方诸佛公中摄相同，就是赞叹的意思啦，就是不妄语的意思啦。就是智慧辩才无量的意思啦，其所一个处境，自应可行啦。即嘛一经的法师讲经讲了，第三呢，要讲这个解经大师，分得清楚。一经是从印度文翻了做中文，解经是从中文甲解释较清楚的哦。你爱用个清楚，解经就是。要将这个中文搁个解释要较清楚嘞。明西有三文，熬译地书盖秩序啊，书啊啊，偶译秩序节，翻起来第十四页，杠明就是调和，明调的意思。阿育大师出世伫个明朝，伊个俗家个姓叫做张，字叫做进之，名叫做济明。所以古早人有这个字，也嘛有这个名，唔是像咱即卖讲，干那一个名安尼尔。什么姓，什么名呢？有名声啊，就是钟声，钟姓钟嘛，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声，叫起来叫做钟声，哈哈。以这个祖先呢、由这个汴梁南渡
汴梁就是荷兰的开封那个地方啊，我查这里面这个汴呢、啊、是开封的别名，开封府啊，啊这包青天的斑斓那个所在，南都啊为遐落来的了啊，南都的迁移的意思啊。那今麦来讲讲移民呢、啊，世居古吴啊，这个吴国啊，吴国啊，啊建国迄个所在，是生生世世，这个祖先拢住伫个古吴啊，古吴就是建国，古早建国迄个吴国，吴国，因老母叫做金氏，古早人吼，这个女将无名。男女无平等，所以查甫有名，查某无名。查某的上座是讲林氏、张氏、管氏啊，管氏你捌听过林啊？啊，一个人啊，林松祖无？林松祖读做台湾叫做管嘛，所以个管氏。哎，较早这族人拢是一字尔，啊，一字无伊也无。无什么名啊，哈，这读作官氏啊。哎，那么咱即摆人大家都有名啊，大家都有名。较早的人来看查某遐无起，你也知。哎，即摆男女平等啊，大家拢有名。父亲呢，齐仲公啊，齐仲公就是对因老爸尊称啦，叫做齐仲啊，叫做宗齐仲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饲这个台币就十年，你看看人饲台币十年，生一个大师，生伊个囝，就是这个偶遇大师啊。嗯，因老爸饲台币就饲念十冬，望着观音大师送囝给伊，因此就生产这个偶遇大师啊。所以这原来有来历的啊，因老爸老，因老爸是饲台币就十冬的哦，出世的哦，哎。我出世的时候，阮老唔捌咧念啥。出世的时候呢，我出世的时候，敢若伫咧即个厨房，讲破声，腹肚咧艰苦，三波也未来，讲就拼出来咯。无怪讲我今仔日才够煮饭。真正诶，我差唔多煮啊，拢嘛换裤头，拢嘛咧煮饭了咧，啊，目睭看着我就知安怎煮啊。你真正即原来有一套啊呢。出世完了，相当有来历的呢，煮饭输过来，七岁时就吃素食的，十二岁就叫外父，把闽南起来，外父就是啊，出外求学了，啊，去外口求学就对了，啊，外父啊，就是去外口求学了，门姓学，哦，就听的是。听到这些圣人在讲的这个学啊，这个学问啊呢，这一千古竹林，这句话学问，这句话意思足深的。千古竹林就是讲，自过去到今麦来，我听到这圣人，我也是跟圣人同款。竹林就是讲，我参古早人遐尼牛，竹林就是对家己足有信心啊。简单讲就是傲慢的意思，有一点啊傲慢呐，千古。千古之刃，主过去到现在他最高的意思了，世灭佛老二教，法官灭灭佛教跟老祖啊，咱现在说道德经啊，灭灭这两教，看他外公，你看情况吗？所以一个人在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菩萨上来，他自己本身在做的，他不知道，有时候这菩萨来实现的，他原来不知道他什么领不过来啊，哎，到到有一天他开悟，他才知道。所以你看看，十二岁就求学，就听到这个圣人的学问，就认为说他参古早人会比起来，原来老人圣人，誓愿要灭这个佛教跟老祖啊，咱说道教的意思啦，道教两教，就吃草喝烧酒啊，开荤酒啊，作论数十篇啊，伊原来文笔真好啊！你感觉十二岁的囡仔尔，你甲想看卖，惊死人！十二岁的囡仔尔，免咱即马十二岁囡仔要写一篇文章，就写无。伊十二岁，伊就法官要将这个佛教甲道家甲灭掉。你甲想看这囡仔呢，外发狂啊，掠狂啊呢！做论述十篇呢、啊，做论述十篇呢、啊，
数十篇的论文就对了。譬异端，譬就是破除啊，异端就是跟他看法不同的啦。例如说这个佛教啊，这个道教都是邪端就对了。到十七岁阅读啊，自知录，这把笔拿起来，自知录就是明朝云栖朱鸿大师讲这个善过恶门，啊，咱即摆讲的讲功过格，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再讲一遍，明朝的云栖，云就是天上的云，栖就是啊一个木在一个栖子的栖，栖云栖和尚啊，就住在云栖，什么叫什么名叫什么名字呢？就是朱鸿大师啊，朱鸿大师啊，朱鸿大师。哎，这就自知路，这本册是一下，里面也在讲什么是仙，什么是果啊？伊用一个表格，哦，我今天是念佛三千句，哦，我做一个功德啊，我今天布施几两银，哎，写一个功德啊，我今天哩啊去讲哦恶口去骂人啊，为一个差啊，我有过错啊，我今天哩去诽谤三宝，哦，为十个差，罪过真重，哈哈。为十个差，哦，啊，家己安尼，逐工啊，哦，安尼，依靠恁啊，愈多，哦，啊，就功德就愈多，切切愈多，就感觉讲造恶愈多，啊，就自知路就是安尼，安尼来，规工就是咧看迄张，就是反省家己了，对，哦，反省家己，所以咱就讲个功过格啊，哎，就是为遐传落来，以及竹窗随笔，把笔拿起来，自知路有两卷。朱窗随笔有三卷，也是朱鸿大师所作的。它的内容是讲禅宗净土宗天台楞严的思想啊，简单的想到什么就直接把它笔录起来。您一定要抄，不然的啥无，我不跟你骗呢。今麦听听有，也是朱鸿大师啊。哎，朱窗随笔是三卷，自知录是两卷。内容是讲这个禅宗、净土宗、天台宗楞严的思想，乃不谤佛。嘿，为十七岁了，看到这两本册，开始无诽谤佛教啊。处所独论幻字啊，提伊所雕的这个论啊，所做的论啊，拢废话，欣赏修掉了就知影讲过去唔对啊。哎，所以有人拿来诽谤佛、诽谤法。诽谤经啊，有时啊，将来就是变一个大师啊，无一定啊。二十岁就著这个《论语》啊，你想看二十岁呢，就著解这个《论语》呢？你看看麦，大悟孔颜心法，孔就是孔子，颜就是颜回，孔子的大弟子也是颜回，心法，这就足奇怪，变啊圣人。甲道德，道德拢成事。佛祖甲舍利弗、目犍连，舍利弗甲目犍连就成事。孔子甲颜回就成事，这足奇怪。哦，尾啊，我着看大藏经，尾啊，我着看大藏经，一直变甲切，这个佛祖的视线，这本经，哦，个经典讲，十方三世一切佛，那是视线。伊个大地主一定生死，不忍心看到世尊入涅槃，所以生死了着。啊，地瓜的人唔知想要生死也唔知啦。不，我唔是啥物佛祖大师，可能无遐紧张啦。因为死伫个树头前，我看福报是较大，念佛较回向。死伫个我个后壁是较凄惨了着啦。哎，那么死了两炸，所以这个大悟啊，孔子跟颜回的心法啊，这儒家是安尼，圣人的道德都是生死，足奇怪。后来我看大藏经才发现，就不可思议。原来这就是咧搬戏，生生世世，诸佛降世一定大地主生死，一定大地主生死，是当宋夫啊。宋就老爸死就对了。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发一个出世心，哎，这个出家修行啊。二十二岁专心念佛，
凡窗稿两千余篇呢，窗稿的是啊，也收过了，啊、哦，这里唐阿门边西海怀了，收了了就对了。二十三岁听这个楞严经啊，二十四岁一个月里面呢，梦到三拜，这个汉山大师，汉山大师啊。这是我那些的 明朝的四大师啊，这我那不简单呢，这我肉身不坏啊，汉山大师，骂心不坏啊，骂心不坏啊，不简单，汉山大师大师，今嘛这个世王曹溪，哎，这个偶义大师啊，以及翁这个曹溪的是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不能往从，无言。啊，这无法度去的，就不能往从的是无法度去。一个徒弟要拜一个师父吼，无迄个因缘，佮无迄个福报，伊就是无可能。所以有诶真侪女众要来要求师父，啊，顶几工嘛是一个好师，写一张批来，规日写，用哭诶吼，用哭诶安尼，希望能安怎，就爱开言，剃头，甲剃头，一无我了着。我袂中计，你放心。这查某看太济咧，今仔日我就是不去哦。这女众误计吼，我才体悟着佛祖讲一句话，实在有够高。你女众这确实业障深重，这确实有影，应该爱甲恁面前写业障，确实的。恁等于求忏悔，女众这个嘴哦，倒一根倒顶来咧乱，拢是女众咧乱。你打经得定，你个问东西都从那乱，你慢慢啊去体会。得一经得定，你乱南疆那乱啊！你敢不看南疆那乱？唔捌，南疆那乱是脾气歹，唉。所以一个徒弟，伊要出家，唔是讲你今日要来带这个工程，带你带一条呢？你那无培养好，无认真的好去。好法就把你赶走啊！你带袂掉啊！我无甲你骗，你带袂掉。唔是讲你要来这间道场出家，人就要收呢。你搁甲你收了，你无迄个福报，你怎带袂掉呢？足奇怪呢。所以哦，今仔日我若是无了解这女众，可能会去感动到。来，剃头。哎，你妈无讲啊！起码是老船长，未现准啊，未现准。你搁安怎哭？你搁女将来跪遐安怎哭？哭个头壳公破，要自杀我都无甲你剃头，绝对袂。这点我当然来保证啊。公司我都袂去甲你剃头，嗯。我三四个徒弟两年我唔给，我就剃头咧洗洗洗咧。哎，我是啊，搁你冤家咯，你烧咩咯？几天你就不拽，我没把你骗的，几天你就不拽，嗯。我道场怎么看得太多了，啊，我不是说，啊，当然女众后来真有修行的也是有啦，然后这不可以好念的啦，我那足有修行的我那有啦，但是说真正的，你不相信看看，女众的道场你去大看看，啊，乌沙沙，乌沙沙。啊，咱别说人的是非，我没说到一间哈。所以啊，啊，伊要去潮汐啊，啊，要入做慧能大师这个道场啦，啊，潮汐，哎，不能翁强啦，就袂当去得着。因此，对这个汉山大师门人学灵师出家，率灵师出家，啊，对这率灵师出家，名叫做智旭。地灰啊，旭就是太阳从东边起来嘛。智旭就是。智慧就是太阳，这个我们这个智慧就像太阳从东边起来。二十五岁住径山悟道，把笔拿起来，径山浙江余杭西北29公里。哦，我拢查个足清楚的。径山是浙江省余杭，余就是剩余的余，杭就是杭州的杭，浙江余杭西北29公里。二十六岁修菩萨戒，二十八岁老母破当兵，破个真深，真当。是亏功不救，
那个字念亏，两个两个土啊，左边右边一个刀啊，科乌 A 亏，哎，你讲亏，那个亏，科乌 A 亏，歌乌翁公公，歌乌翁公，亏公不救，亏就是挖割的意思，公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肘部到这个腕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哎，四拜，挖这个手的肉，要救因老母，不救就对，无法度救就对。到底伊这是燃香供佛，还是挂起来供佛，还是挂起来煮汤给因老母吃？这都也无写，你也知。哦，到底这四拜挂这个手刀林的肉。去诶，是救因老母，是按怎救伊也无死啊？哦，可能是煮汤给因老母食，毋煮姜丝。啊，无敢那写四拜挂只手刀林的肉，啊都也无死啊！你也毋知咧讲啥呢？啊，不救啊，因老母无救，悲痛无限啊，真痛心，还是了解生老病死啊。所以讲吼，所以讲我今仔日吼。啊！拍开电视。好，我这个人咧看电视，甲恁咧看电视无同啊。袂真正，拍开电视啊，看这个诸葛亮啊。今麦这个查某诶，穿甲真少，爱咧跳舞。我其实我就想讲，我这个时阵若来个多，伊一定会诽谤我。伊这个时阵，伊跳舞跳甲真欢喜，真快乐，趁钱趁甲伊足有名望诶人。啊！但是呢，伊个也无想讲有一天霸气呢，老一定爱死嘞。那也无想要来学佛嘞。哦，所以咱就感觉讲，这众生是真可怜，真可怜。伊就借着暂时的刺激，就袂起家己的性命。所以恁看电视，我为啥我嘛看？啊，你我看跟恁看的无同，无同啊！啊，我今日啊，电视拍过看到日本片。这日本人拐一个香港跟台湾啊，台湾的查某嫁日本的卖春啊，哦，这个片是搬家是足凄惨的，哎，唔去接去安尼拍，安弄安尼钱啊，一站，哦，我看到前面我心肝真艰苦，我都定想讲，咱今仔日虽然出家。啊，尊公若有一款病苦，你讲今仔日若讲这个查某，伊安尼去从妖怪去到日本，哎，去几片日本片，后讲中文，那有这款情形，伊敢那吃三顿伊都袂饱，啊，逐工赚的钱拢去用杀了了去，伊无注意安尼 ，passport 都去甲摕走 ，passport 都甲摕走，吼、哦，一个关伫日本遐，伊今要走袂走，还无赚袂使，啊，趁无钱也怕，啊！趁有钱摕了了。伊讲咱的人生呐，拄着这款的物件，你要安怎？哦，我就会想讲，我看了这个，就要甲注意苦劝。今日咱有一碗饭汤食，咱有一间文殊讲堂来听经，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有一个慈悲的师父要来讲经，啊，恁有要来发心来听经，哦，这是个是无量劫的善福报，福报。注意爱把握，啊！大礼拜就来听有听无，哎，结一善缘，所以我就较注意。我看到这個，我就会想讲：今仔日咱若有这款情形，你外高修行啊，敢那拍你就拍死啊，你讲你就讲死啊。所以讲，咱若有这个因缘来学佛，爱把握，把握，哦，把握，哎，哎，下面讲。悲痛无限，咱一个人都到个老爸老母死去的时候，伊才讲哦，丧葬尽礼呀，啊，这就出众啊，尽伊的礼了了。西往深山严关修道，到深山来闭关修行的了。关中大病，哎，在关中内面破大病，那伊参禅的功夫，参禅就是明心见性啊。求生净土，求往生极乐世界。三十岁出关，
三十个出关，安尼就是讲闭关两冬就对啦。才开始做这个毗尼四义集要，毗尼啊，把笔拿起来，毗尼就是戒律的意思。好，就开始写这个戒律四义集要。三十厉害，放救心台中，救心就是专心天台宗的研究。三十厉害，就是专心的去研究天台宗。三十七岁啊，了后弘化诸方啊，我今年老身啊，今年多啊，三十七多啊，甲这位欧益大师刚年纪啊，啊，人伊这么有成就啊，闭戒观啊，去参禅开戒悟，去研究天台宗，这么有成就啊，我呢，足可怜的，敢那照这本安尼咧念，有法度呢，啊，无半步啊。所以拜到这个两公师，小林来一个安尼，小林来一个，啊，我就不过我还佫做这还佫看有嘞，无歹嘞，惊看无就食力，哦，所以注意较委屈嘞啊，恁拜师拜了还较差呢，弘化诸方啊，对，写这个各种的经论疏解，拢总四十八种。大约三百多卷，我看你整天都在写册啦。五十七岁啊，原籍在灵峰啊，经过三冬，伊的徒弟文林就是徒弟，开这个龛图壁，图壁就是火化啊。十五页第一行哈，下面门人开龛啊，图壁啊，开龛啊，就是火化啊，开龛就是开这个啊，这个。地宫内面的物件就给它封在内面的龛，我们讲佛龛嘛，土壁就是火化，见佛座为然，看到他还坐在那里，为然，金端中坐在那里，就像活人这样就对了，法藏富尔，用在内面，头髪又继续，这样一直长，一直长起来，长到耳孔，所以这原来有来历的啊！那我无法度，无可能。面貌如星啊！这个貌相啊，都亲像活人同款啊。火化了，这个喙齿拢无歹啊。较早因无这个金齿，较早无这个假喙齿，所以这拢正的就对，烧袂歹啊。参鸠摩罗什法师啊，色相不坏，同款一种啊，精神就是互人相信。讲这个人确实足了不起，确实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就对了。大师生前的啊，这遗言书啊，土毙了就是火化了，哎，就交代讲将这个灵骨啊研磨，研磨磨就是脆的意思，该磨磨脆去啊，掺些米粉呐 做饼呢，做这个饼儿。啊，饼儿就是做这个饼啊，一块一块，要给这个放在山中啊，或者鸟啊吃，水中给鱼啊吃，以结众生之缘。后来啊，这众徒弟啊，不敢将伊的骨头啊粉质，哎，质的是死人的骨头，还有肉，叫做质，就是残骨，剩下来的骨头，但是还粘着有肉。残余的肉，咱即摆咧讲个讲啊，肉骨啊，空汤的肉骨啊，哎，过去我无学好，乱食真济，排骨汤就对啦。即摆哦，惊死啊！即摆惊死啊！不敢将这个粉质，哎，佮抹好伊嘴去，啊，抹好伊嘴去，死人的骨头啊，也佮有肉就对啦，粉质遗嘱。粉质遗嘱，粉质就是抹好伊嘴齿，适量的过来还佫有肉，唔敢啊！伊的徒弟唔敢安尼做，那我讲一个师傅死，佫到骨头佮抹糊，可能要鸟啊吃，水鱼啊落去吃呢，对啊。所以你佮看咱人差偌济，咱人若讲要佮火葬啊，伊就话要惊死啊，佮佮讲骨头啊要佮抹糊啊，哇，佮惊死对不？人家大师得道呀，知影讲这个身躯会败坏呀，
无无爱偏鱼啊，遐食对不？我想讲，我这边老骨头蛋唔知要放喺倒。我原来本来想过呢，想讲我这边骨头蛋要放喺倒，若要放喺五楼方牌，人敢会惊着？后摆唔敢来文书讲堂，因为我这是开机做书嘛。伊若要放喺地下室，地下室有变数空吼，若去甲我夹着，我会站袂掉。伊若放喺悬顶，佫惊人惊着。但是买老骨头，即嘛咪要放喺倒？可能到尾后啦，我看是选一个三楼吼，骨头怎啊放喺遐？反正一点啊尔，我这人才150几尔，小小的我看下这个来对我看，都有够通对啊啦，多底下的滋味咧，唔通甲我提便宜啥？我也无所在通住哈。三顿就点一个香呢，要食饭就小叫者。这唔当拍婆啊啦，这无啥会当拍啊，意思也唔知像生死的啦。凡说你生死都无一定。下面踏以凌风，大殿之右，踏就当动词啊，踏就是安放在。那个不能念塔，不能说塔于凌风大殿之右，不是那个塔于凌风大殿之右，当动词啊，就是安放，放在凌风大殿之的正边。西右就是大师的别号啦。这个号根据本经啊，佛教舍利弗，从是西方计十万亿佛陀，由世界名叫做极乐，这就是甲伊讲这个依部实实在在有。就确确实实有这个极乐世界，极乐有佛，极乐世界啊有一尊佛，号阿弥陀佛，叫做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不是过去佛，不是未来佛，就是今嘛现在佛。今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就是今嘛底下的光景。今现在说法啊，今嘛的讲说法就对，各以进步是有啊。讲确实有一个极乐世界，确实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个依报，有一个正报，拢确确实实，就是西方依正两报，确确实实有，叫做西有，并非预言，预言就是乌托邦啊，唔是一种预言啊，唔是一种寄托啊，无实在物件，就是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也唔是理想。为人咧讲阿弥陀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啦，为着要度众生啦，方便啦，讲一个假的所在，连到地角啊。释迦牟尼佛讲假的，倒一个才讲正的哈。空空决定有极乐世界，决定有阿弥陀佛，相信绝对的相信。原来无过去千百万人临命终的时阵念佛往生，面貌如生，坐讲坐话，烧出来舍利子，闻着香味，听着音乐。看到佛，还唔拢假，对不？佛祖那骗人，咱中国人那才一个妄心，所以要了解，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因为无人知，所以佛就对这个舍利弗，舍利弗是大智慧第一呢，所以佛就甲大智慧第一安尼讲，意思讲这本经啊，就爱有智慧的人才听有就对啦，是有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甲正报，依报就是这个环境，正报就是这个。这个阿弥陀佛，确实有不可偏离理会事，未使偏这个道理，废掉这个思想。沙门呢，是印度出家修行人的通称，并啊出家拢叫做沙门。勤习啊，精舍，真这个真精进啊，勤修戒定慧啊，真努力来修这个戒律，修这个定，修这个智慧。舍呢，熄灭。色就是灭啦，灭这个贪，灭这个嗔，灭这个痴，有我色心得本源。加下一个，色心当本源就是见本性啦、色心就是明了，这个色不是分别的意思，是悟道。悟道我们的心本源就是佛性，悟道我们的心回归到我们的本性。我的那个本性就是佛。或者是咱的本性，所以叫做沙门。所以这两字实在是无简单称呼的，对，讲称沙门啊无简单。
沙门有四种分别，第一圣道沙门就是有正果的意思，正果的意思。三圣就是菩萨、圆觉啊，这个声闻，声闻就是阿罗汉啦、辟支佛菩萨啦。三圣圣众修正得果。第二就是说道沙门啊，就是讲经的法师啦、大佛弘法啦、说法离生的啦。第三就是外道沙门，就是持戒修行的人啦，只袂无说法，但是呢，伊是持戒修戒去就对啦，以道自我。第四就是悟道沙门，破戒比丘，颠恶啊，这个悟念的佛门，欧欧益大师啊，就是前三种的对。欧益乃是大师精修正业之后，精修认真修行这个净土法门的。傲就是莲的因呐、啊，由傲而生荷花，荷则个开花，花则是结莲，莲就是傲的果啊！啊，意思就是讲正这个傲得得到这个莲，叫做傲益，有得到这个莲的益处啦。意思正这个傲得会当得到这个莲有这款益处啦，好处的意思啦。你念佛的人一心念佛，自有往生九品莲会。横超三界，得出菩提之业。地书大师啊，是大师的法会，就是大师的名了，对啦，法号啦。续就是清林呐、啊，啊，哎，这个早时啊，啊，当生之日啊，多出来日头，其书一地灰，就亲像啊，当生的日头，宁破大暗之昏，光明遍照的意思啦。啊、哦，那么所以讲，解就是解释，从本经重要的义理，纲要之心中一一解释，令得明显明啊，显明。第三的解经大师啊，大师啊，纲了啊，大初是续法门，二续注疏啊，先啊讲讲解这个法门，法门各分这两种。中属多门别现净土中原复诸佛名念群迷随机施化水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原复诸佛名念群迷群迷随机施化随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简单讲就是讲诸菩萨以名念众生名念众生迷去以随机的施化虽然啊归元不离归元这是幸福啊幸福啊也是无能啊目的同款但是方便有多门讲愿夫那就是提起的意思，诸佛家就是真济，就是指过去现在十方一切诸佛，佛佛得同。为什么呢？因为诸佛拢见得本性，见得本性，伊个破掉五空，破掉这个法空，五阿空、法阿空，伊证悟的究竟空，所以。本性的东西都是一样只是原理不同所以这个叫佛佛得同同意无言之大主无言就是无任何条件对众生的大主无任何的条件无条件的主就对了同体大悲同体就是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诸佛菩萨人民众生本性就是有佛啊，所以起这个大悲心啊，大悲心，悯念众生啊，悯念众生，人民这众生，悯就是爱悯的意思，就是大悲的作用，念就是护念，就是、大慈的运用啦。啊，这个群迷范围真大，真大，是指九法界众生之际，九法界。就是菩萨、声闻、圆觉，啊，还佫六道轮回，
求法界啊，六凡众生就是三界来六道凡夫，叫做六凡的众生，是本来是无我，但是众生一妄执，这个身躯是实实在在的我啊，所以伊迷去这个我空的道理。实在讲，这个身躯是短时间的，所以禅宗一点点的参。我要未出世以前，我是谁？我死了后，我又个什么人？哎，安尼参，安尼参，安尼参，伊说参了，你就发现到每一个一秒钟、刹那之间的变化的物件，就是无常的物件，就是假物件，就是缘起现空的物件。安尼就对每一个念头、生灭法放下、放掉，得失的观念拢甲放下，就是慢慢就见到咱的本性，见到咱的本性。哦，咱即马就是接到咱这个身躯，实实在在的我，所以伫五六顶咧拍喷。哦，一切都为了我，一切都执着为了我。虽然伊有听着佛法呢，虽然伊嘛知影悟空呢，但是无实际去关照，无实际去证着，所以袂当得到利益。佛法嘛是听真济，但是袂当运用，袂当运用。啊，所以伊就未确了这个悟空之道理。伊本来无法，无法就是无生啊。啊，本来当下就是无生的物件，缘起法嘛，缘起就是条件所造成的这个缘起啊。本性就是空，所以本来就无的物件，妄执心外有法。当你妄执心外有法，伊就爱面子，哦，伊就会惊人念，伊就爱这个顺境，无爱有逆境，哦，伊就确确实实执着这个世间有实在的这世间，那执着这实在的世间，就三心大心的一种标准。啊，参我无下的呢，我就是敌人，参我就是敌人，参我会下的就是朋友，啊，啥变啊呢？哦，妄执，妄执，希望来执着这心我有实实在在的法，有名可得，有利可得，伊唔知两手放的啥物都无。哦，所以咱嘛知讲，来也空，去嘛空，双手空空，你大家嘛会晓念，就这个话念，你三个囡仔伊嘛会晓念，实实在在讲我的用功。所以一个修行人爱伫个境界现前，才会当看出伊的功夫。境界无现前，大家拢会当讲真大声话，讲真好听的话，啊，讲真好听的话，煞毋知。所以啊，要观察一个人啊，必须要伫逆境、顺境观察来观察袂出来。所以妄执心外有实法，未扣到法空，伊未去这个悟空的道理，伊即位实在嘛？未去这个外口有法实在的法，对这个法空的道理无了解。理性人阿罗汉跟辟支佛灰身明智趋向偏空，是灰身明智，就是啊，这个身体啊去掉，啊，明智就是去掉这个世间的分别心，这明智也去掉，那你共工去掉第六意识，跟着明智了，灰身明智了，啊，这智不是智慧的智，灰身就是。啊，就啊，这身躯去掉啊，那你讲讲个呢？你盘了了啦，明智啊，还得去去掉这个分别啊，趋向偏空，偏空只有伊只有破掉我空，伊袂当破掉法空，伊破掉我执，当下伊就证得我空，所以叫做偏空，未确真空的道理。未确真空的道理，好、哦、又偏，敢那家己想要入涅槃，唔敢出来度众生，惊出来度众生烦恼痛苦，烦恼痛苦，嗯，所以啊，伊未确这个真空的道理。宽教的菩萨明悟真如，宽教就是方便宽卡，但是伊无证到这个真如的本性，伊所修的呢，未当离开这个相，离相。这旁边这些两个字就是空一切，空掉一切。我们离相，你就是空掉一切。禅宗讲完讲啊，一尘不染呢、啊，简单讲的一尘不染。哦，啊，你那直相，你达行你的痛苦。你修行上界重要的是爱离相，修行上界重要爱离相，离一切相，这是真如，会记住啦。那是要证悟到咱的本性，就是理想。讲一个较简单的，就是相，就是假，你爱放下。简单讲，就是安尼啦。
那讲离相，一般有时爱误会讲离开这个相，走到深山人来，安尼嘛是执相。那你离开都市去走深山来，你嘛执深山人来，对不？算不是安尼，离开都市，执到深山人来，也嘛是执。离开家执相是同款。这理想的意象就是吉祥而理想，在思想当中无去污染着，无去污染着。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理想，那依照现在这个名词来讲，就是清清楚楚、放逐一下。简单讲就是安尼，渺渺安详啊！每一秒都画个真慈祥、真安详。理想就无去污染着、污染着嘛，未去妄中的道理。未去这个，这个圆中圆满的道理，圆中那就要讲中庸之德，中德。圆中的道理就圆满成就佛道的道理，一不了解。九界之迷，虽分轻重，究法界。九界就是九法界，三圣六凡嘛。三圣就声闻啊、缘觉、菩萨三界三圣嘛。六凡就是六道凡夫嘛，加起来就是九界嘛。好，九界之迷，虽分轻重，后轻后重，其为无明所堪一呀，拢总去无明堪掉的，大家拢同款。一定要到诸佛的境界，叫做业尽情空。业尽啊，情所有感情拢断尽啊，只有存慈悲心尔。好，所以讲哦，咱学佛啊，学这个慈悲。那慈悲的为得来，为这个爱来，爱的升华就是慈悲嘛。所以你若是讲真正疼你的太太，疼还是讲你真正照顾恁先生，爱多伊来学佛，爱多伊来学佛。哦，啊，为太太要听一个经都爱安尼妄骗的，我伊妈咪也迟啊，我来行一个，哎，是算来文殊刚登头听经，算来等伊的时阵啊，哎，就赶赶紧紧的。工作工作做的啊，所以讲吼、哦，有时啊，那是不是佛法的家庭学这个佛真痛苦，真痛苦。对安尼，也蛮咧，佮背书咧讨钱呀，真艰苦，真艰苦。所以有时啊吼、哦，有需要道林先生来学佛啦，啊，完了有需要道林的太太来学佛啊，因为拢无缘看不了的嘛。咱咧拜佛咧求降哦，咱清清楚楚，伊讲你袂啊。伊讲你袂啊，甚至要甲你拍啊！林安敢会比火力法师较差？按怎你不是刚无看到伊会死？讲唔是啦，人唔是来看师傅的，你唔通误会，人是来看本性的啦，人是来看这个佛法的啦。哎，人阿无冤家哦，我甲伊无名，你哦，去予火力法师袂去啊？你哦，咩？我看讲我袂骂人啦。我也袂黑白说啊，人我这目睭偌正派嘞，你唔敢黑白看啊，唔通安尼讲，安尼讲伤着感情。啊，因某逐天来，啊，即卖是离袂开师傅这讲堂，啊，实在讲来咱啊，啊，我也足少咧甲女众讲话，讲真正，我即卖原来惊着啊，因为被人家摆了一道，我原来惊着破胆，即无啥敢甲女众讲话，所以就规工拢走去避啊，唔敢甲女众讲话。嗯，啊，十年以来啊。哎，好好啊，远离如众啊呢，啊，所以讲哦，咱众生的迷吼真深，真深。注意，你若学佛当中有受着什么逆境哦，是拢难免的，难免的。哎，为的这如众做活动呢，这外劫种活动呢，伊甲因人讲，我都甘愿乎你去外口娶查某，都唔甘愿乎你听慧理法师讲经。你甲想看卖，看这外天才，你甲看卖，伊甘愿要予伊娶查某，都唔甘愿予伊来听经啦。伊敢来惊啥？惊伊人来出家啦。伊想讲这剃头是足简单的呢。可怜啊，真正足可怜啊！你唔知这众生这可怜啊！你若唔相信去菜市啊，你行一日啊，作业的拢大家都是咧作业啊，买车啊，大家都是咧作业啊。啊，真正有干我那鬼个！你徛伫个火车站遐看嘛，这里你去看嘛，你芸芸的众生在穿梭，你到底问他你在忙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啊？那迷迷糊糊，
人人咧出家，哎，出家人在看嘛，无路用，唔知咧出家。人咧修行，要成佛做圣人，也搁咧讲笑啦。你看看，看这偌可怜。所以讲这度众生哦，拢随缘啦。所以有人咧问讲，阿叔啊，若要提这初级录音当听，头先先听，提正信的佛教，讲落一直倒。提正信的佛教啊，智慧与人生。唔捌听过，你提这两套听，讲落伊就倒，一半句话就唔敢讲。有诶讲，师傅，我叫阮翁来，互你甲伊比较一下。我无迄时间，那么度恁翁，我袂晓度千百万诶众生，我是安怎度恁翁？以前伊伫外伟大，你去外口安怎，我无咧管，甲我咧无关系。我度众生较重要，所以即随机施化，啊，祝福咧，转一个八色性素地啊！啊，咱迄间有讲一个哦，哎，转前五识，尘所作之；转第六意识，妙观察之；转第七意识，平等性智；转第八意识，为大圆净智。啊，这诸佛转八色，啊，转金刚色，为尘所作之。啊，咱众生啊所做的是业。但是诸佛的五即头前啊，啊已经五识已经变作智慧啊，尘所作就是一切所作皆尘，无漏的意思啦。转第六意识叫做妙观察，我都观察众生的根基，有缘一句话就较多了，啊无缘呢你外高较多，真正你无缘哦，你搁食煮煮这个圆汤、绿豆汤。讲听经了，逐工都有将个汤通啉，伊就袂来。啊，你若讲真正甲佛有缘的吼，参这个讲堂有缘的，讲伊生生世世是大修行的人，啊、你都唔免煮绿豆汤，伊自然个为台北伊就拼来。这是足奇怪，有缘就是有缘，啊不有缘就是你个安怎伊就无法度，就开始无法度。结果刺激太这边了，你个外高多就无法度。啊、有时候你讲书真好，无一定呢。书真好，有时爱多一饭堂的众生，你无叫多得去，伊就无法度，伊就唔听咱的，足奇怪的。所以一人一个缘，一人一个缘。你佛祖伊真好，嘛甲佛祖有也无缘的，嘛是有啊，多无多袂例外。啊，所以啊，佛祖有一个妙观察地，一旦观察众生是甚么根基，哦，说甚么法。随机机宜，随意教化。清净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第十八页：应以何心得度，即现何心；应以何法得度，即说何法。十八页第二行：由诸佛成为无上的医王，会当医众生各种的心病。所以你讲法师，嘛会使讲我是医生啊，专门治众生的病啦、啊。啊，亲像医生对症下药，开这个寿药。受药开这个药啊，可以啊。自然药膏病毒，不是命毒，药膏命毒，那是蒙古的大夫啦。啊，自然会当药膏病毒随机施化，为度众生之唯一办法。所以讲哦，做法师真难，就是安尼。较早我咧讲经。针对咧几落万的众生，中华体育馆，人咧讲咧讲，这讲了伤浅。即马我来讲这个弥陀经要解讲义是真正要讲佛法的，要学较深呢。我来看卖三楼无人，二楼一半，三楼四楼剩头前五排坐倒啊咧写字尔，总啊甲强啊加起来，未超过四百个。真正要讲佛法，我即马真正要讲佛法啦，无人啊！讲啥较济人？讲笑假较济人啊！你著讲个，这规场拢笑规面，伊就哦，我是正好讲，哦，啊这，啊你讲这，你咧讲啥？无一句听有诶，啊，啥物色这空空啊，色光落尾啊，戆戆啊，毋知讲啥，得啊困靠眠啊！真正要讲佛法，你不是讲叫师咧讲讲了伤浅，啊，即马真正咧讲深啊，这真正佛法就伫遮，剩偌济，剩三四百个尔，真正咧定个，对无？你无法度，
所以做一法师有外难，根本就足困难的。大家爱听故事啦，听笑歌啦，嗯，笑歌讲了了，当要讲啥？说唔知讲啥，那说唔知讲佛法。啊，即马真正来讲佛法，你就唔来。哦，真正要开开悟，要让往生，伊就唔来，对不？所以回去了，加减叫几个来到旁边，无完啊无人，搁加讲两个月爱关店，无人啊，收钱啊，这个时候你也无钱呢。到后壁遐哦，急而长造，造而长急啊，啊，迄都唔是读大学你就听有诶，后壁你就知影，后壁你就你就知道。即马即条也够足简单诶，即马即条足简单诶。讲着树拓迄个所在，急而长造，造而长急。你甲想讲啊，伫佛人院咧上课，迄种后摆要做法师诶，你甲想讲一本安尼讲着遐啥无？遐要做法师，拢读册读足侪，安尼讲这个净土诶树拓遐安尼啥无？卖讲恁，所以毋通欢喜大声啊！那边啊，随机施法为度众生为办法，如不精。测试以罗贝，罗贝那个念贝啊，措施就是方法错误的，属实不利于众人。众人就是过这个蒙阿波的了，对啦。意思就讲不敬啊，措施以罗贝，就是讲啊，这罗贝呀，这较早就封箱啊。炉背就是风箱，较早咧拍铁的时阵啊，拢有个灌风，哇吼，你知影无吼？风咧灌风，较早无迄个电啊，互电风胖了都，哦，风就一直盖无安尼啊，较早拢用手啊拉，哦，手要拉，知影无？你捌看人个西部的快枪侠无吼？人啊安尼西部用个马蹄，咱做迄个马蹄啊，哦，还是咧做个枪啊，安尼。一路迄个西部快枪侠，一路吼，你喊一路，要补个梯啊，有吼，红光光迄款风箱啊，就炉背就是风箱。伊即嘛，即个佛的徒弟啊，教了唔对方法，哦，教即个伫个风箱迄个所在，诶，江南教伊修不净观，哦，啊，即嘛教即个过西人诶，过即个蒙阿波诶，则教伊素习观。哦，不仅观就是观咱四代，哦，死去的时阵，虫啊，哦，啊，观在那大便、小便、肠啊、肠道、肺，安尼观这个垃圾，叫做观不仅观，吼、哦，啊，这观这个种人呢，种人就是讲观死人，素食不利于种人啊，伊这过死人啊，你再叫用这素食观，皆不能受益，就是讲修足久的咯，拢总未得到。你唔得爱过一个风箱哦，安尼一个阿弥陀佛哦，啊看死人诶，爱叫修不净观，你常常咧看死人，你该用素习观要哪着，对无？啊，你得爱甲教讲，得爱用过死人，得爱甲讲不净观，逐工咧看死人咧烂哦，观察恶起为无烂，所以我讲你听，若要看不净观，就啥物才刺激你敢知？迄待落去一个月。还是两个的，用个烂无了的，糖咧蹭的时，用个观察甲拍开，便马上开悟。真正，你若人死还阁袂恐怖啊？人死要甲会恐怖咧？你倒爱用个观察待落去两个月、三个月也无烂，用个观察甲恶了甲拍开，臭味，臭甲会压人，迄个较臭死人，用个臭味。你就随时会感觉讲啊，这个结婚，这个男女，吼、哦，随时讲，你就了解讲啊，确实爱修行，确实爱修行。这个心内是垃圾，不净，而且未当让咱得到快乐，有这个辛苦艰苦，随时都感悟啊，多一个外水拢同款，拢总同款。较早杨贵妃啊，貂蝉、王昭君、鹅金呢，跑到哪里去啦？没有啊。你多水，所以说修行一定要修方法要对。下面的解释十八页啊，第五页第五行，昔有两人啊，过去有两个人啊，
道佛出家，对佛来出家啊。这个，这个字啊，这个是，这个字错误啊，这个是彻啊，彻，这个不是字啊，这个底下这个字应该是错误，一个字底下一个手，一个手，这个字我看是不对，这个彻就是拉引的意思啊，彻卢贝之人就是说一边在谈着字语啊，字就不对了。是怎么治卢贝之人呢？这安尼敢对？就是我这个所在，我想真久，我看这句是唔对，应该是撤，撤的是就是拉这个风箱的人，哦，这个字底下一个手啊，安尼这里唔才对。啊，你来讲一个字呢，这做什么物件？啊，是讲治卢贝之人是唔是咧做批啊？所以这句我原来想足久的啊。所以我们暂时啊用这个哦，在拉这个风箱之人啊，彻底拉跟引呢、啊，字底下一个手啊，一个手啊，这个彻卢贝之人呢、啊，这个是修蒙的人啊，种木之人，后来得住啊，受这个彻卢贝者啊，拉引这个风箱的呢，以不净观的功夫，无得到修了，唔对方法咧。啊，传授这个修蒙啊，某的人用于素习观，两人依照安尼落修观，拢无得利益。啊，准备都要还俗啊咧。啊，遂同意还俗啊。啊，修啊无进过，啊无明心见性，啊无开悟啊。哦，忽而问之，忽怎样？啊，恁两个人何以还俗啊？你为什么要还俗呢？乃是将依教修观啊，不得利益的这个代志啊，禀报给佛祖讲。佛祖讲，你唔免烦恼，你两个人交往，你过亡啊，某个人你来修不净观啊，你修这個、啊，你咧拍铁的人，你修这素习观，两人一观修思改变见，主灵得道啊、哦。所以的要彻如昧者修素习观，修亡啊某个人就做这不净观，两人无偌久呢，随时得道。也就是讲，要教化众生，随机施化，啊、哦，容易得到利益的明证，证明得了。凡是先知者，应当通达。胆笑偏言，全时顿教顿见，一切法门随众生，会记利益算。凡是那些先知者，应该通达。哦。这位是大乘的根基，咱来教伊顿悟的法门。这位是小乘的根基，爱修四地法，爱观苦，世间是艰苦。啊，这个人啊，规工都是装水水啊，啊，规工都是装水水，都是一直接着，一直是辛苦，是真水的了。哎呀，该加观不净观，不净观。哦，啊，这个人的精神，大刚都是咧怨叹，啊，该呀修啊，啊，这个世间是苦，世间是苦。本来世间就是艰苦，所以讲修行的根基偏呢啊！这个人修的拢是修行的四阿含经啊，这个是素体法，啊，恁即马改修六道啊，这个菩萨法，回小向大。哦，这个人弯高的这个根基呢，就修一圣当下顿悟啊，这大小偏言。大圣的根基，小圣的根基，偏的就是偏空啊，圆就是圆教的思想。全时顿见，全呢就讲啊，咱这个众生啊，根基无够，所以你爱宽卡甲度众生啊，书归会使食荤未？会使啊，啊慢慢甲度来，哎宽卡啊书出家了，哎今日佫会使挂这个业款，哎、就是讲出家了上好是卖，哦，那么出家哦，啊那较早文言先要安怎？啊较早文言先无要紧啊。哎，出家剃头嘛是真好看，安尼，啊，伊就来剃头啊，剃头啊，啊，真济啊，啊，较早耳孔更是一孔啊，啊，这要怎要出家安怎？啊，无要紧，啊，人出家袂去看你耳孔，做你来剃头，慢慢个看家，是吧？实呢，就实在物件，实在物件就是讲真如，这个人根基太来，唔免得什么方法。一手就甲点了，早去暗去起手，一手就讲六座大经，
五的本性根基有来啊，啊，顿下面顿就是当下立物啊，根基太来，尖就是根基无够，啊，慢慢慢慢个加，所以一切法门随众生的根基立为酸酸，因众生的根性无同，药浴各异，这个读作药不是读作乐啊，药浴各异啊，就是希望拢总无同啊。啊，乐意各意，那笑死人了、啊！就是，哎，较早有一个人啊，哎，读做这个，哎，乐乐乐，哎，那三字拢读做乐的，是真正啦。迄三句爱爱读做乐药乐，哎，生叫做乐嘛，第二读做药，第三读做乐，读做乐药乐。啊，那不然老师啊，看到这三字拢同款嘞，乐乐乐同学，假的，乐乐乐同学啊，所以啊，药浴各异啊，指的福救之余，只有啊啊福救是只靠微苦嘞啊，就救众生的根基啊，一方便，取锤方便，取锤就是婉转的。啊，慈悲垂就是接引呐、啊，方便呐、啊，啊，惹饶一只，你饶一只，是为先利息呀。下面十九页第一行，欲偏执一门，主事他非，排百兵一计，无论法门如何，皆非善条不精，公行化道。这句话太厉害，这句话太厉害。这歌经就是歌经，讲这个话就是歌经。咱今仔日啦，这个台湾啦、啊，就是作者啦。啊，人阮师是为倒一个来呢？世界是清净呢，立中是一心呢，当然这个真有修行。啊，就赞叹这个法师。哇、哦，这个法师是有神通哦，这个法师会讲啊，看面相哦，会讲拜地理，阮师是足够。呀、啊，啊！这贵台湾省的法师拢无修行，干那这个法师有修行呀？这足唔好呀！来，咱讲堂千万唔通安尼，只要一讲是正法，伊这个道场是为众生，无自私自利，咱拢爱随喜。所以我这个门啊是开放的。后日咱来文殊讲堂，咱干嘛讲啊？只要有法当得，咱来，对不？所以你若去西方的道场呢，我也袂接到。哦，上好是别人会当代替我的任务，多加走到剩五个、十个，啊，安尼我任务完成，我以众生无缘，安尼啊，这个文殊讲堂的噔，关门，啊，关门我得休困，啊，休困，我袂去接到讲，啊，我遮无人，啊，还是讲啊，别个众生啊，一道场真侪人。我袂安尼，都绝对袂安尼。别人多真济，我天天欢喜。讲啊，咱就休困，这是咱休困的时间啦、啊。哦，就做法师爱有这款度量。哦，所以我这间道场来骗十方。你要去倒一间道场拢无要紧，你要拜几拜法师也无要紧就对啦。无讲一书一门，一书一教。啊，来我食的时阵，我着你要去别间，我着甲你跟踪。出咧啊！师父讲叫你唔好来，你搁来。秘咧做这个失败，探看嘛。你本来咧讲堂咧听经啊，恁规旁拢来啊，你唔免安尼。大门开，家己看要安怎行，听无介意出去听会介意，你咪足简单咧。我为着无咧，为着你要倒一间道场咧烦恼啊咧痛苦啊，我这人就无咧遐戆，对无？我食若无经费，都有通食三顿就好啊。现在我要将这个权利交出来啊，要成立这个基金会啊，哦，啊，咱有三顿通吃就好啊，啊，水电费有通缴就好啊。你唔知咱这水电，包括咱这清扫，一个月开偌济？开三十万。电器头前吃，过了清洁，一趴两三千只，你敢知呀？也是为了要看较明咧，听了会欢喜心。为了要大家光线有够，灵气拢准备好势，下骹代理少，也是要众生去欢喜心，对吧？所以我来讲，多啊，
我若讲多到落尾，讲走甲无半个，咱就啊，咱福报无够，啊是咱家己煮饭，家己吃就好。啊你我多哈，不是我无多，就是我多到落尾，全无人，无你是要叫我安怎？我无甲你跪拜托，讲你来听经，我袂安尼啦。啊你是缘已经尽啦，老身也要退休啊，哎，那可惜啊，我较讲得有人啊。哦，像恁遮楼骹都过了百个，我较讲都有人啊，有人就爱讲啊，对无？讲到最后无人才去拍算啊，至少还佫剩三个咧听，我徒弟还佫两三个。啊，所以讲，欲偏执一门，注意这一句足重要。自私毁他，诽谤别人，他毁，自己丢，别人拢唔丢。啊，干那阮师有神通，阮师气个清净，台湾拢无佛法。这唔通安尼讲法，唔通安尼讲法，安尼讲吼，真伤着人的心，真伤着人的心。哦，排面意气，参加去无同款的，拢讲诽谤。无论法门如何，这拢唔是善条不正，拢唔是好代志了。对，公行化道，这也袂当公行来化道。如世间啊，专科医生，机理不破，这个不普就是普遍的普啊，机理就是普遍的破啊。虽归元无力的方便得门，诸佛说法无非只是众生一条归元之路。元就是啥呢？就是本源，就是咱的真心本性，咱的真心。众生最初一念迷情妄动，乃是迷真起妄，迷这个真性起这个希望。为本着妄，本就是本性，这个妄就是意性。啊，就是五欲六尘，根本就是违背着咱的本性，追求这个无重要的啊分别、环境、六根、六尘、六色，所以流转生死，终结不休。诸佛讲法，开始以归元之路，一归本源啊，无有离地，一倒转来到本地，就是无两项，就是绝对的对，唯一清净的本心。所护十方三世一切佛，讲这就是讲清净心，清净本心。要清净本心，为到一点，为放下，为宽赦，卖计较，卖掺这世俗人。所以我为什么逐摆来要上一个戒律啊？啊，上一个戒律啊！啊，这世间人的眼熟是吗？俗家人是如马，哎，都袂法啦，安都袂，都袂，都袂当清净啊嘛？是不是安尼？啊！你所教的方便，你所教方便修正的法门，必有八万四千，所以叫做八万，哎，所以叫做法门真济，叫做德门。如千净九葵、科乌 A 葵、二生葵、基一恩净、四生净，现在教小学。如千净，把笔拿起来，千净就是小路的意思，意思就讲啊，千百条的小路，九条的大通，达条拢通达王城。啊，较早的人无听叫做意大利有的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哎，如千净九葵，净就是小路啊。东北人讲的这径就是小路，东当达到王城，国王所住的所在，出总序都门讲径。哎，安尼你好，多多啊讲个字啊，啊讲个字啊，请翻开第十九页，倒数第三行，十九页十九页。圣道回来第三行书啊书，然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接至圆顿者，即莫若念佛，莫若念佛，求生净土。然啊，这是专语的意思。啊，他讲方便有多门啊，但是一切方便的法门当中啊，要选择一个直接，
啊，无色，无色这个耳环哦，未延长时间，直接的是啥物呢？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看二十页，所以讲，那么选择一个直接，而不依环，这个迂字啊，就是慢的意思，慢的意思。我袂点么拍金箍个，袂真慢，直接要来成佛上紧的，是圆顿。上界圆满，上界紧的顿就是刹那之间就悟到，顿顿悟。离非偏渐者，偏就是修行的偏。啊，渐呢就是众生的根基无够，不是偏，不是渐。目录念佛法门，哎，无一项比念佛法门更加紧得着，来求往生净土。念佛法门呢，只要一起洪明六力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横超三界，